好，今天要去一个华人超市，叫大营正，去买点东西。行，马上就到了。这边是国内的一些饮料，一般中国有的都有。这边可能是一些冻货吧，那边有点菜。这边也是一些冻货，这边是一些菜。没肉了，羊肉卷，其实是豆子呀、粉啊什么。这是冻的饺子啊，包子，还有国内的一些药品都有。这些一些粉条呀、厨具啊什么的，干货。这筷子，这边是一些零食，这边也是一些零食，这边是。火锅料，这调料，这边都是调料，要什么调料有什么调料。各种酱啊什么的，泡面啊什么的，大概一共花了108块。